大家好，我是歌手郑洁玉。我好像算是这一群歌手当中出道排前三的吧，年份12年。2007年参加过一次比赛，然后没有成功晋级到最后，然后到2009年再参加的时候就晋级到最后，然后就出道了。我还是觉得最高光的时候是我拿全球冠军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是我完全意料之外的事情，所以当我得到那个冠军的时候，那个惊喜跟那种荣誉的感觉是真的难以想象，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象过你会得到，你没有想过自己会摸到那个奖牌，没有想到所有人在为你鼓掌这件事情。这样，我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目的，我可以说是纯粹而已，我就是只是喜欢而已这样子。你问我有没有 skill， 问我有没有技巧，问我对音乐认识多少，其实那个时候我对音乐的认知真的很少的。出来参加比赛到我入行就是出道之后，你遇到更多优秀的歌手，你才知道原来我对音乐的认识那么的少，我甚至说不出音乐的类型，我真的只是很纯粹的喜欢唱，就这样而已。这样，可能这个就是大家说的，你没有任何的杂念，你没有任何的那个得失心，所以可能你就创造了一个奇迹，就这样。但是我是一出道就在做这完全跟音乐无关的东西，我一出道就是主持人，我一出道就是开始拍电影跟电视剧，所以我是完全没有接触到音乐。跟大家说，我完全没有出过任何的专辑，没有出过任何的 EP， 我有发过歌曲，但是这些歌曲都是跟我拍的电影、我拍的电视剧有关，就是真正属于我自己个人的音乐作品，目前是没有的。所以我一直到就出道前面的好几年，所有人每次见到我的第一件事就是问我，你就是要出专辑，你就是要唱歌，你有没有发歌的，这样我也回答不了他们，因为毕竟我真的没有听到任何跟音乐有关的计划。我出道的那一段前后，其实那个时候是马来西亚歌手很多产 的年代，就是有很多选秀比赛，所以每一年都会有新人，更优秀的新人。你生于那个年代，如果你没有立马当下抓到那个机会的话，其实真的很容易被冲走。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时候其中一个这样的现象，这样子。老实说，你说有没有沮丧？有的，肯定有的，因为，毕竟你真的会看到跟自己同期，又或者后来在参加同个比赛的朋友们，大家都有发作品，然后大家都有自己的音乐，然后我还是没有，然后这个分别很大。比如说我们大家在同一场演出上面，大家都很开心的唱自己的歌曲，然后我可能只能唱别的歌手的歌曲，这样就是没有一首代表自己的作品。这样，我觉得在音乐的这条路上面，我绝对真的有经历过完全不懂自己还能做什么，那无能为力的感觉真的有。我在整个中间还有去找过老师上课，就是一直觉得会不会是我不够好，去找老师上课这样子。然后我甚至还听说过有人就是很真诚的看着我跟我说，其实你根本不会唱歌的，就是很直面的面对这一个冲击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当下是光，就是我的脑是空白，我真的是那个人，而且那个人是可以决定我有没有办法发作品，或者决定我音乐的未来的一个人，他跟我说了这句话，这样子，那个打击是很大的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因为那一句话，我很怕进录音室。我不管录什么歌，录一些合集的东西也好，跟大家合唱的也好，就算是分配到一句两句，我进录音室都会有恐惧，这样子。渐渐的，我去一些活动或者一些表演场合上面有唱歌的时候，人家会反过来问我，原来你会唱歌的啊，就是我歌手的身份完全被忘记了，这样子。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啦。我觉得不管你选择演戏，不管你选择做音乐还是主持也好，肯定会遇到这一种你很怀疑自己，你不懂自己还能怎么办，无能为力的时期。那一段时期是我觉得最无能为力、最低潮的时候。你觉得你在坚持什么 ？OK， 我在坚持什么啊？其实马来西亚没有这个地方，不是说完全绝望的音乐这一块，如果你做得好还是有人关注的，因为像这几年网红们的歌曲、 YouTuber 们的歌曲，他们转战
音乐这一块哦是得到成功的。我觉得这个反而其实是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，给了就是我们这种传统歌手 OK 一个很大的鼓励。一开始不是专业的歌手，他们也做成功了，那我们一定也可以这样。嗯，然后很幸运的就是我们在 join 了第一场的像是演唱会式的一个乐乐的 final， 那个东西很重要，因为我很久没有唱现场了，我很久没有遇到那么多的观众，那个东西有让我找回那个热情这样子。嗯，我让我觉得哇，唱 live 真的是唱歌真的就是魔力，它的魔力就在这边，它的吸引力就在这边这样。我真希望马来西亚可以再多一点，真的再多一点，因为马来西亚好的音乐跟很会唱歌的人真的很多，真的很多。而且现在我觉得大家可以合力去创造一些平台吧，宣扬马来西亚音乐的平台，大家一起唱歌的平台，我觉得应该要去这样做。我真的很羡慕其他国家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不同种类的音乐节目，让更多的歌手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样子。如果你现在有一个歌手哦，就是你广发邀请帖去跟马来西亚的创作人收歌哦，我相信你肯定可以收到很多很好的作品，因为马来西亚真的很多，只是缺乏平台这样子。嗯，所以其实我还蛮感恩可以站在台上唱歌，所以我常常跟我自己说，有机会唱歌，不管你现在是站在一个很小的舞台唱一首歌也好，或者是你在直播可以唱一首歌给大家看听也好，我觉得就好好唱，好好珍惜就好。Fly away， 无穷无尽是你深邃的眼睛，看着你就可以让我茫茫人海里感到安定。Fly away， 当我不顾一切无止境追寻，有一个人，有一颗心，早已经默默之中在哪里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尤耕杰玉，我是歌手，我永远都是歌手。有一个人，有一颗心，早已经默默之中在哪里。